记住一个字，血栓不上身。有没有预防血栓的好方法呢？其实呢，上期视频我们谈到，在我们脚上就有一个化血栓的开关，打开它就可清理血管，预防血栓。那么怎样才能打开这个开关呢？只需一个小动作，那就是抬脚。医学上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踝蹦练习，通过踝关节的运动起到像蹦一样的作用，增强下肢的血液循环，预防血栓的形成。具体的方法就是双膝自然伸展，用尽全力勾脚10秒钟后，再用尽全力绷脚，反复进行。在不引起疼痛的前提下，不限次数，越多越好。每次勾脚绷脚都要尽量达到最大幅度，动作要尽可能缓慢柔和，双脚同时做呢，效果更佳。所以要远离静脉血栓，动是最有效的防控措施。记住动这一个字，每天动起来，才能血栓不上身。你能坚持下去吗？加油！抖音。